好，我们今天哈要来看谁是 PK 王。好，看谁是 PK 王。好，我现在点就是16个，六年级女生先出来，要几个？1、2、3、4。六年级男生。12。好，只剩4个。学姐挑一个。学姐挑一个，这些哦。姐姐。美发老师选两个。推荐两个。男生也可以哦。好。那我推荐我们的豆球的。好，学姐手上有签哦，抽到就是你们的号码，现在一人拿一个都可以。哎呀，你都太乱乱来。来，还有抽不的。哎，那抽到之后跟美发老师讲。过号哦。你都拿反了，就是啊，一口都在这儿。写一个笔来，阿飞，阿飞，皇冠太可爱了。金三角，右边呢？陈三角在右边，知道吗？这是抽签结果。不能饮料。抽签结果。OK。哎，那小树打赢，我就要跟小树打。好。等一下。好的。猜拳获胜，取得球权。踩后面的线也算出局啊。你们觉得比赛谁是最被看好的？打海啊。陈美娟吧。啊。陈美。陈美 ，OK。打海啊，打海啊。大家最看好的打海会不会在第一场比赛就爆冷出局呢？目前攻击准度好像有点不太行。这场比赛上对下的比赛啊，小苏打对上一凡。
哇！一球结束，太嚣张了，小助打。太嚣张了，太嚣张了，太嚣张了。这一场比赛也是大家很瞩目的。好，比利恩对我们今年女生的主攻手是不是？差一点哦。加晋级的。哎呀，这么快就结束了。哎，我们打到四点。对啊。本来一局会打很久的死亡之组，竟然一下就结束了。好，所以反正阿迪对上我们的彤彤，好，很慎重的选择了一颗球，好，看看丢的怎么样。没有，宝宝，等下一球就解决掉了。没有，已经一球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已经一球了，一球了，不用玩一球才说，搞不好一球结束了。算有比较像样的对决了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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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惜，差一点，彤彤就赢了。小马可以加油！啊！阿迪明显他的准度哈、哦、比较不够哦。加油，阿迪，你不要死！老师要打到后面了。可能要哦。这一球没有攻击成功，对阿迪的信心造成很大的伤害。看看下球的啊，果然越偏越多。好的，终于，终于。啊，接下来进行的是预赛最后一场。好，美先不要进步。整美对汉堡啊，汉堡四年级初登场，哇，对，一球出局。秒杀！秒杀！进入八强，捡到首富 ，OK， 打嗨拿到了八球钱。第一球，我这一场应该是。应该是可以打很久了。哎，这个选择有点不太妙哦。哦，竟然可以看到打海选择不接。等一下，踩到线吗？我们等我看一下。小杰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虽然你是第一个自爆的，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！哎，不要让杰哥他嚣张了，打
好，来复赛第二场，八强赛第二场，小心不要踩线哦。哦，这一球丢到哪里去了？阿宝露出性感的屁股在捡球啊 ！OK， 好的，哇哇哇哇！豆豆比赛好，好。完了，一球解决了，一球解决了，陈美。秒杀！小组长，怎么这样子？复赛八强赛最后一场，好，阿迪开始猜赢了啊，取得发球权啊，打第一球，好了 ，OK， 他没差，他不要踩后面的线就好了。第一球准备哦！啊！哇！又是秒杀！还是阿迪干还没什么事情？啊！第一球就干掉对方了。就你来一球，打还跟豆豆。来一个帮，等一下。啊，准备好比赛开始。没事。哇，晋级冠军赛呢！嗨，不愧是队长，轻松晋级冠军赛。好，四强赛的第二个组合，阿迪对上鲁鲁。好，阿迪要取得发球权，要在第一球就干掉对方。哎，他手受伤，啊，你一直在打地板，他怎么会出局？啊，落地了。加油！我全部的钱都压在你身上了。哇塞，全部的钱都压上去，多少钱？五块吗？不是我，是你自己踩线的。你看到哪一边？阿迪啊，阿迪啊，还是说我应该问你，你希望哪一边？阿迪，你不要那么皮吧。他们两个哈，缠斗的越久，你越占便宜，因为他们会累啊。哎，缠久一点啊。打到天黑，雨都来了。为什么这个科技就像？阳光雨神帮你降雨了。哎呦！膝盖。这个是体能下降的一个征兆哈。球已经完全滑走了，没有，看来阿迪快要崩溃了。哇，这球不错，丢得不错。帮你的，
好的哦。现在进入冠军赛嘛，我觉得应该给他休息一下。哦，你的对手怎么办？你对手是祖祖。对没？你比较希望对手是阿迪还是祖祖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都没差。对啊。阿迪什么？就是阿迪。对手是阿迪。啊，你比较希望对手是阿迪啊？因为这样子比较容易赢吗？会吗？对。哇！打你！你好被打爆了！针对他。好的。啊。我赌鲁鲁诶，我赌3块钱。没有，没事哦，冠军赛哦。我再来一下。要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好，那你快点，真是跟他打快的，跟他打快的。加油！哇！在开心什么？啊！特写一下，我们要恭喜今年度的 PK 王。哎，打太直接被打退。哎呀！很美。啊！阿东，加油！